没事，我最烂，现在要比烂就对了，一烂还有一烂烂。这个绷带怎么还没出来啊？吃鬼够菜，不知道在拔线啥，所以你刚把它溜到拔线是不是？我刚看你不是在拔钩了吗？哦哦哦哦，原来在讲第一个那个哦，我以为鬼后来拔线。原来那个图腾记叫鲜血恩惠。把它溜到拔线，牛逼！两台鬼就把怎样心态炸裂是不是？该炸裂的人是我吧？没有鬼了耶！真玻璃，真的，两个都很玻璃啊。鬼又跑了耶！你这个已经不是暗示。